终于找到一款声音特别小的破壁机，德国蓝宝的静音破壁机，1500毫升的大容量，家里三四口人都够用。不要以为破壁机只能做豆浆，它还可以做出各种花样美食。它有5重科技，做到真正的降噪，加入食材盖上的降噪盖就开始工作了。10种功能，满足全家的不同需求。家里有老人和孩子，也不用担心打扰到他们休息。用它做米糊，细腻无渣，营养又方便。